Hello， 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！今天万代公布了最新剧场版《龙珠超级英雄 SHF》中的又一款新品——布罗利 Super Hero 的详细情报。这款布罗利呢，是这个系列目前正式公布的第八款，配件包括了本体一个、四种面条、严肃表情、怒吼表情、咬牙表情和哭泣表情。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看到悟空和贝吉塔激战时的这个哭泣脸了。替换手型，左手两种，右手三种。最后仍然携带了这个终极范 Super Hero 的配件，动态造型的发型头雕一颗。我想啊，这个悟饭可能是这个龙珠成精吧，再多拆几次，连龙珠啊都要败下阵来了。这款布罗利的全高大概19厘米，官方含税定价825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424元、473港元和1861台币，将会在2023年6月以魂线方式发售。日本将会在当地时间16号的10点开启预订，其他地区的电商呢应该也有动作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去关注一下。OK， 这一期的资讯差不多就这样了。喜欢龙珠，别忘了订阅韬光，我们下期见。